上午经。你醒了？你怎么了？你发现阿姨要跟我离婚？阿姨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人，我离不开她，就像我离不开你。从我跟你妈妈分开，一直到我跟你方家阿姨认识、结婚，我一直觉得最对不住的人是你。跟你方家阿姨领证之前，有好几个晚上，我睡不着觉。我不知道我该不该结婚，因为我记得我跟你妈妈分开的时候，你说过，我们谁要再跟别人结婚，你就去跳楼。我一闭上眼睛，我就能想起来当时的情形。你光着脚站在地上，那么小，那么可怜，一直在哭，人发财找不着，我给你找你爸子哪儿去了？不是你别哭了。所以你知道，你来的时候吧，我那个心一下就拎到嗓子眼儿了，我特别怕你发现。所以后来你跟我说，说爸爸，你别把我小时候说的话当真。哎呀，心里吧，我真觉着我们家毛毛长大了。我知道你不想让我跟方家阿姨结婚。是怕失去我，你放心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不要谁，都不会不要你的。爸爸最爱你。方霞阿姨真的要跟你离婚吗？你不想跟她离婚？她是一个特别好的人。他对你也很好吗？他对所有的人都特别好。那我怎么没感觉他好？不是他对你不好，可能他不知道该怎么对你好。老刘，你这来视察工作啊，我得给你汇报一下。哎呀，你看看啊，咱们最近的流水。不是，行了行了行了，看看。哎，我不看，我不看，我真不看。你干嘛呀？你小鱼不管，你得管管啊！哎呀，方韵，都这么些年了，我还信不过你吗？你看，就小鱼当初干这酒吧的时候，那赔得一塌糊涂啊！自打你接手之后，越来越好，我信得过你。我知道你信得过我啊！咱们亲兄弟明算账，你喝点什么？水就行。水啊，来两杯水。哎呀，甭算了，咱这些真不谈。我今天来跟你说什么事儿呢？也不是来看账的。嗯。我就想啊，以后这个酒吧呢，你也不算帮忙了，50%的股份给你，啊，咱俩合伙人，你负责经营，我算一个股东。哎，你别给我压力好不好？我这是来帮小鱼忙的，你让我真的当这老板，我还没做好思想准备呢。现在小鱼不是干不了吗？啊，又住院了。又住院了？哎呦天哪！你说他这前一段不是好些了吗？怎么抑郁症又严重了呢？他一会儿好一会儿坏，一会儿进去一会儿出来，那得想个彻底的办法呀。没办法呀，都是钱闹的。你说当初我们穷的时候，你也知道啊，那日子过得挺好，每天就想着是不是怎么挣钱，怎么把日子过好喽，日子过得挺和谐。自打有了第一个孩子，他就开始折腾。就开始又整容啊，又这化妆啊，天天查我手机。你说这日子怎么过？这个
他是没有安全感。是，他就怕我外头有那个诱惑。哎，老刘，我一直想问问你呢，你在外头有没有诱惑？诱惑是有，但是我有底线呢，我知道什么事儿该干，什么事儿不该干呢。我可是跟人小鱼说了哈，我说老刘人特别好，有担当，有责任感。我知道我该做什么呀。你说自从啊生了这孩子之后，一下生了仨。当初为什么要生那么多孩子呀？不是我让他生啊，他非要生啊，他觉着孩子多了呀，就能把我拴住了。他觉着我不是他亲人，他说孩子才是他的亲人。你说这叫什么逻辑？我现在真是觉着这日子我过够了，我真想回到原来。哎呀，老刘，你就别身在福中不知福了，回不去的。谁受罪谁知道，你扛吧。行，那你忙吧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别，你让我再想一想。就这么定了，我们商量。你家里要有啥事儿需要我帮忙，你就说。没事，我呀又找了一个月嫂，找了一个保姆，你就盯着店里就行了。实在忙不开，我再找你，行吧？好。哎，对了，老秦怎么样了？辞职了。也是酒闹的，是吧？酗酒这是心病，心病啊就得心来医。现在能救老秦的，真的只有你；能救小鱼的，只有你。你辞职了？你这孩子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妈商量一下？我不正想跟您说呢吗？过几天我要去美国，签证已经办好了。你说你一件一件事儿，你哪件事儿都不跟我商量，你去美国那妈怎么办呢？来，先坐下。急什么呀？等我到美国那边安顿好了，我就把您接过来。我不去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坐不了飞机。飞机没你想的那么可怕，现在都可安全了。我都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说美国那么大，人生地不熟，我一句英语也听不懂，我去干什么呀？圆圆，你是不想要妈了？您是我妈，我怎么可能不要您啊？我就是最近。我想换个环境，圆圆，你说现在谁活得不累啊？那你也不能遇到困难你就跑吧，这也没多大个事儿。你是名人，名人就得承担名人的烦恼。不想当名人，我也强大不起来。时间不来了，是啊，我都想着你了。朱姐呢？她想孩子，去美国了。去美国了？啊，说怎么那么长时间不来了？你怎么没去？我倒也想去，被拒签了，说我有移民倾向。姐啊，我这次来就是想问问你，你这还缺人不？服务员、保洁，我啥都能干。朱姐不回来了吗？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，把我工钱都给结了。哎呀，我这儿可没有朱姐那待遇好啊。没事儿，钱这玩意儿挣多多花，挣少少花，没事儿。家政公司我也去了，他们整的还挺正规，要那个从业资格证。我哪有那玩意儿啊？你说，姐，我就是觉得你人好。就想跟着你干，工钱你看着给，包吃包住就行。什么时候来啊？
好家伙，行李都带来了。这是我行李，这是我身份证，这是我本人。怎么肯定我就会收你啊？